中华民来拢会当这么顺利演出，啊，真感谢恒工作啊，这么坚持哈。当山乡缺欠的是文化活动，歌戏是传统的戏剧，受到欢迎，这是必然哈。这次有三场的演出，恒工作的认真，大家爱甲鼓励。啊，那么爱大家拢斗三工，来甲斗催人出来，有兴趣的三场拢来。那确实较欢迎，你嘛在你上近的迄场，请你嘛一定来出席，来予咱恒工作更加有信心，在未来每一年拢会当有咱歌戏啊来予咱欣赏吼。啊，婺源剧坊甲咱的咱的戏剧团。会使讲是全国有名，甚至红甲国外吼，希望大家拢来甲到捧场，互因有较侪信心，啊，在未来每一年拢会当提供予咱欣赏吼，感谢大家。